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我是阿明。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的慈济志工，前面郎嘞，一起来看她的照片。这位就是今天的最佳女主角黄春英师姐，还有她的孙子孙女的合照。说到春英师姐啊，因为她媳妇生产的关系，她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必须这样子帮忙照顾这两个小孩子，加上96岁的公公啊，跟她同住在一起呢，所以她老少都要忙碌，都要照顾。想知道她如何发挥智慧巧思，充分的利用时间，尽量的将家庭本分事还有慈济的志工勤务都圆满兼顾呢？带大家到云林的斗六来认识黄春英师姐一家人可爱的故事。你要较早走，你就凊彩坐别人的车回来，无要紧啊。你问看咧，啊，若无吼，无阮是互阮师兄载，好不好？哈，好，感恩啦，哈，好好好 ，Hello。为了体恤96岁公公的期盼，慈济志工黄春英和丈夫赖彦旭一家人在2008年从台北搬回云林居住。虽然身为家庭主妇，有很多繁琐的事情占据生活中的时间，不过丝毫没有减低她投入置业的热忱。师姐，你的行事历拢办？嘿啊，就是因为承担干部啊。啊，就要布达，布达有时候就也要去补位啊。这里都是志工的吗？对，全部都是我们的活动，每天光是联络电话都很长。啊，你这样置业甲厝安尼，你变怎去安排？我就是在吃饭的时间赶快回到家了，就准备午餐嘛。晚上我师兄他早就下班，就晚餐要是来不及，我先生会准备啊。妈，你带我给你冇？哈，嘿呀、啊。家里就是有公公年纪大，96岁。那师兄呢，也是自己投资的公司，所以还是要去公司，这样啊，行行呢。啊，两个孙子目前是住在这里，因为媳妇又生了第三胎。就这样会影响你做慈济吗？还好啦，因为我就看时间的话，我会把有时候会把小孩子带出去，比如说凡事啦。当初是为什么回来？因为我们本来住台北啊，公公就想讲吼，但台北嘛是无啥物路人行煞，啊，伊希望回来啦。什么事情都会将心比心啦。我们想讲，我若老，我希望要去倒嘛，希望讲能够如我们所愿啦。所以我就如公公所愿，我们就搬回来。我嘛想这啊，今仔日来师傅就是咧开始啊。咱佛教拢有讲菩萨嘛，像我逐日安尼有通有闹代志，我出去啊，迄就是咧行菩萨道啦。嗯、嘿，这叫做菩萨道啦。所以其实咱逐日拢会当做菩萨，帮助人就是叫做菩萨啦。嘿嘿，今仔日咧诶主题就是咧讲安尼啦。除了细心打点好家务，黄春英每天都会特地陪公公收看大爱台，聆听正言法师的开示，并且耐心解释影片中的内容。师姐，阿公公为什么会可以养成习惯，就是每天看，是你就是陪他一起看？对啦，我就会觉得说，人生啊，还是要有一个目标，像年纪大了要去哪里也不是很方便嘛。那就是在家自己自修，从看上人的开示，公公他就自己会体悟，而且我在付出的当下，障碍也比较少。这一天，黄春英接到了骨髓捐赠推广活动的临时筹备勤务，换上志工服，带着两个孙子来到慈济云林联络处。那有时候我觉得孩子也是要从小这样教育起来，这个环境给他的熏染很重要。有些时候的任务是不能带孙子出去的，所以我就会尽量把握了。有时候开会啊，那我因为我们这里有媳妇屋，我就会把他带到这边，然后也有师姐在那边，那就带一些玩具让他玩，这样就可以把一两个小时很快的就他换个环境，他孩子也是很喜欢的。那因为明天呢，我们要到云林科技大学
的通识课，分享这一场的骨学捐赠。我就是要先做一些收集一些资料，尤其是最近的台大的李医师，他刚从花莲捐赠回来，所以呢，我们就特地请李医师过来分享。因为明天他不能去现场，所以就先把它录下来。2012年开始承担骨髓捐赠干事功能的黄春英，平常除了配合机动性很高的勤务，也积极地走入校园，向学生宣导骨髓捐赠的正确观念。其实我的本性是比较只会做不敢上去分享的人呐、啊，那还是因为在这个团体嘛，总是要把好的让分享给大家嘛，所以还是会努力自己啦，逼着自己去做。而且像骨髓捐赠这个区块呀、啊，我就自己心里有这个发这个愿，我就是最基本的，我一定会守住这个功能组。那基本上我要是有接到传真过来、中心过来的资料，我马上就邀约，就可以马上去家访啊，还是去捐者的联络。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缘很具足，所以我就会去做。哪里有需要就全力发挥自己的力量。黄春英明白时间不空过，步步踏实做的真谛，也期许自己能以身作则，让慈济法脉代代相传。真的感恩感恩啊！这大概代代拢就子孙哦。你看到春英师姐一家人就是这么的和乐哈，长者那么的慈祥啊，年轻的小菩萨那么的可爱了哈。所以今天感恩春英师姐哦，特别为到了来感恩你。感恩。哦，当然要感恩先生啦哈，今天先生嘛来哦，咱的赖彦旭师兄感恩哦。赖师兄嘛是咱的慈诚委员哦，所以阿公阿婆当这做主者，就予恁好意相修，生生世世，哈，感恩。除了两位来以外，各有恁的好处边哦。好，那呢，何隆中师兄，感恩。好，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哈。我感觉叔姐真的是很有智慧，伊话照顾那两个小的小菩萨孙啊啦，哈。啊，格外将你的达官哈，安尼这尼啊用心来照顾，上重要的是，你会带他深入佛法呢。哦，你拢陪伊看大一台，啊，看上林开始的节目呀。是是是。听说你每天时间的安排，一大早5点左右就起床啊。对，要自己先看一遍，先吸收一下，然后8点再陪公公看。所以晨钟起熏法香，你都得出诶，就近打开大一台，5点半先看上人的静思晨语，然后开始忙碌家务事啊，先生可能要吃早，等公公可能要吃早餐，孙子可能要准备东西，你就要打理好之后，然后先生可能出门啦、小孩子可能怎么啦，那就陪公公看。8点重播的静思晨语是 ，OK。阿孙兄都出去拍拼嘛，为经济拍拼啊。啊，不过暗时回来9点，你也嘛邀请伊同齐看晚上9点的静思晨语。是啊，我感觉就是讲人生哦、喔，要有一个目标，是生活要充实一点，是。所以呢，有法入心的话，无论碰到什么代志啊，就能够很轻易的。很内心很平静的，还走过，所以还是要发入心。有佛法就有办法，对，就不用怕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因为佛法都会教导我们如何关关难过关关过，是是是是。何师兄，您是老丁老咖，一段老丁，另一段老咖嘛？我段三老。你也看得到他们夫妻搬到这栋大楼之后，回到故乡之后，看到他们的这个对于邻居的付出啦。对对对，确实无同款啦。这我拢体会到啦，一般我们那个活动啊，哦，精进啊，我们都是个别到联络处嘛，师姐她因为最主要就是要来，造就我们这老菩萨，拢爱师姐这边来拉财啊，也在一寡年纪较大。其他的法亲们呀，是是是，因为我这边最主要是交通较不方便的，啊，拢伊咧载，所以几套炸星沿路载着一些老菩萨到会所去参加精进的课程。最主要伊还阁叫过公公啊，然后啊，所以讲吼，伊一般老菩萨他们都不知道，伊载过了，伊阁转来，啊，处理好了以后，然后再过去。
他是这样在付出啦。阿内啊，请将法亲们再到共修处联络处去上课，然后家己阁开车回来。对。爸爸，阿你去床啊吼，阿我家己准备早顿哦，吼，阿内啊。对对。一日之功也是一样，大连的慈济的一日之功。我那边的老菩萨，伊嘛是拢会过做几工嘛。伊拢会穿工顺路载人去。是。啊，但是厝内长辈嘛拢没有遗忘。对，也不会忘掉。哇，孙呀！啊，因为这是阮住隔壁，我们邻居才知道。了解了解。其他人不知道。哇，啊，你真正真福报呢吼。对。真好命，娶了这款的某。对于阮这个家庭哦，付出足大足大。哦，爸爸都年纪都大，哎呀他嘛也是耳聪目明呐。对啦。哎，伊嘛，伊嘛就安尼，安尼叫家己主动啊，但是旁边没有人，他也是会找着，哎，这个食物跑到哪里去啊？那什么的，他就会这样子找着。了解。所以讲，伊家恁爸爸家恁太太的缘都是特别的深，对不对？跟其他兄弟姐妹比较起来，就是这个缘特别深。特别深，已经跟了好。应该我跟着，我已经在台北啦，在新庄对。以前在台北，台北就在新庄嘛，嘿啊，二十几年了，爱多爱呀啊，我每天还是要去陪伴呐，嘿啊，晚上再回来家里这样。所以这对夫妻哦，真的是有这样的女主人，把家里照顾好、打点好，但是对于外面的慈济事业很认真，特别是夫妻俩白手起家一起创业啊，在台北住了30多年，因为要圆满公公回故乡的愿，所以搬回到了斗六，在斗六一样生根社区哦，特别对于法的钻研。师姐不仅自己读乐乐，她还会导读读书会哦，我们来看看。各位师兄师姐，我们今天的菩萨广行无量义的读书会，就要开始了。请合掌，我们来跟佛萨及善人行三昧劝离。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半，是云林斗六地区的慈济志工参加读书会，让心灵领受的夜晚。黄春英今晚要承担法义经文导读。非常感恩师兄师姐。真的这么今天这么寒冷的天气哈，也过来闻法，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说我们无量义经的第21周次哈，说法品2。春英师姐她真的是就是很热心这样哈，因为她知道我在找人，我是我们德六和气一读书会的那个窗口嘛哈。那我就想啊，多找几个哈来一起分担，这样哈轮流来讲来分享，这样比较轻松一点哦。那他在旁边听到就说：“好了好了，我来了我来了。”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蛮精进的一个人，而且对慈济事都是很热心，而且都是哈就很有分享的心。他有什么法好，他就会分享给大家。人群中行动中自然能起精进心，那这也就是我们平常都是在参与我们的活动，入群处众当中呢，我们就会去体会出如何的精进，因为一次的去参与一次的成长。那我们在修就是在修这里世间的万物都是离不开这个生住一昧的事项。其实我刚开始也不怎么清楚，这样一次一次的听啊看啊就清楚了，慢慢的我们就生住一昧啦，生老病死这些觉得佛法很好，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多充实自己，然后也让来听的会众我们的师兄师姐能够真的从中能够得到一些法益，公本的资料也很丰富。对，最主要是这样。那当然丰富归丰富，我们还是要自己要去内化经文，真的一次真的记不住的，你真的要反复的看3次5次都要看，因为同样的一本经书我曾经看了好几遍，10年前看懵懵懂懂，后来都有陆陆续续再拿起来看，我画的重点到现在我的体会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想说啊，真的哦，其实同样的经文，我们自己的体会自己的心情不一样，真的法有入心的话，生活真的是就比较自在啦，
不会苦。你不管是囡仔甲咱，让咱烦恼第三，咱嘛感觉讲啊，一切都是缘分。很快的，一下子马上就把烦恼去除掉，这个帮助很大。叮当，何师兄。啊，不用脱鞋子哈，我们一起去，嘿嘿，难得的假日，黄春英与先生赖彦旭带着两个孙子前往住家三楼，邀请法亲何龙宗夫妇参与访视关怀。要去找阿姨。师兄，你是平常时爱上班，啊，假日时阵卡会甲师姐出来哦？嗯。通常你拢当司机菩萨吗？都有啊，都有，有时候也会去承担一些工作。我读一年级了，哎，跟他说啊。不好意思，请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师姐，昨天有没有那个师姐打电话来问你，说有一个早餐店的？哦，有，好有哈，对，我是考虑说早餐的你要带孩子上课嘛，所以可能比较不适合，但是他的好友也是要让你知道哦，对，知道的，感谢，蛮感恩那个这个黄师姐一直关怀我，一直帮助我，真的是我心神不在，我一直感觉到，虽然我过得很辛苦，可是很多的就。在帮忙我，因为真的是我们是一家人啦，不要客气。就是因为外地嘛，在外地嘛，不是对不对？没有那么熟嘛，对不对？春英师姐就是，除了在其他区域以外，她在访视这个区块也相当用心。对，像有时候我比较突然，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师姐，师姐就马上就跟我。这样，还有一次是那个一个那个独居老人的，因为他师姐也有承担那个古捐的，对，所以他也是赶快先跟我去，然后自顾自的再去别下一个任务，这样真的，春英师姐真的是很用心在做慈济，这样用心倾听，用爱关怀，黄春英极力扮演人生中的每个角色，在事业上善尽良能，将佛法生活化，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人就要走进去。我们看到春英师姐带着先生，带着两个孙子，还带着后厝边何师兄一人阿婆，当街走入到我们的照顾户感恩户家中啊。对，你伫关怀因的时阵啊，哎，干嘛讲能付出的人真好啊？是，然后呢，因为他毕竟是不是我们本国人，他总不比较不方便。祖国啊，对对对，给了咱台湾的呀，嘿，所以呢，比如说跟人家沟通的方面呢，还是他要找房子啊，好，伊就较歹去跟人沟通嘛，那我们都会尽量的去问看嘛呀，就会帮他解决他的困难点呐。了解。比如说他儿子要去当兵，啊，当兵都要当足久的，啊，我。哦，伊就去殡仪科问，但是讲伊言语上诶迄个误差，所以我们会主动的去殡仪科跟他了解一下，啊，要等多久？对，让他感受到有我们的陪伴，他就不会孤单。对对对，对吧？啊，咱拢是地球村的一份子嘛，语言嘛，啊，是是是。你安尼伫付出的时阵，会想着讲家己过去的时阵，其实厝内家境嘛无好。嘿是。你那时候小时候听说是家里的孩子很多个呀？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六个兄弟姐妹。嘿。那听说是爸爸身体不好，靠爸爸一个人赚钱，要爸爸他又有台语叫黑姑了，可能哮喘吧。哦，对，那他一发作的时候就不能够工作，没有办法工作，就每个按哦大夫就是很辛苦，所以我很小我就会出去帮忙赚钱。安尼啊，国小三年级就会去扛这几挂零工啊，一日赚几角银啊嘛，对啊，就自动了。我可能个性比较热心吧。啊，你也是唔得挂好毕业，你就。春晓薇啊，对，你这样的生长环境，你对于金钱的追逐，或者说心里会不会说啊，我这把吃过苦，以后我脑摘掉，我要帮助别人，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愿或是念头吗？其实坦白说，是不懂啦，不懂，就做了爱做就是爱做啦，就有什么较好，就尽量去把握而已。一切向前，好好看。向前看，向前看对吧？当然向前看，爱也要向前看，对。
就好不容易嫁好翁了，两个人胼手知足，创业成功之后，当然，生活变好了。对对对，但是你不断的要提醒自己，要能够付出，对，能够蚕服。是是。特别是师姐发愿说，她一定要一直承担股捐干事，因为她是这种救人的这个任务嘛。而且师姐她很用心的，说实在很用心的。阿兰公，记者来红点话嘛。其实平常哈，平常接到那个核心的个案，核心的个案传承过来，他就马上行动，他没有怠惰了。阿龙一接货的时阵，他将通知我这边过。我举个例子的，就讲十一月份的时候哈，我有接到一个个案嘛，本来是我跟师姐要过去花莲了，是啊，因为媳妇就生产嘛，哦，无得去啊，无得去，到尾我超过啊，师姐是怎么用心呢？我还没有到，他就先打电话给我，说那边用接好啊，他都帮你接洽好了，他已经要讲去较无熟啊，伊就接好啊，在接那个周边血的时候，多管后伊就随敲电话，到厝的时阵，我向主要在想讲。哎，我变那带那个潜水者回去啊！伊电话随到伊五点半到伊五点就打电话给我，哦，没有关系，到时候我车就是停在火车站前面。哇！所以他人没到，心都一直惦记着你们，跟着你们，真的是很用心呐、啊。哎，我是可以体会到。所以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那是因为翁仔某回来故乡，甲恁大港栋大楼，甲恁翁仔某接引出来租一个菩萨道啊。真正吼，在公公的眼里啊，还有你大女儿的眼里啊，妈妈正是他们家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支柱。我们来听听啊，公公跟你大女儿的话。哇，你怎么不能住啦？即个阮好个福气啊！在时间要讲钓鱼，当地个啥哦？嘿，做朋友去穿衫，我坐伫食咯，去搞拢，你看东西啊，侬就无准无讲地道啦，侬照时间去啦，那是感受了这个。啊，厝够好。厝哦，厝个倒啊，当时哦，我伫地道顶啦，我等下做本来，若要较慢点，我走买饭来食哦。太天理了，我两个感念的。很感恩妈妈有走上慈济这台菩萨道上哈，让我们也有机会跟随着丈人一直做行善行孝的这一块。祝福他能福从祚中得欢喜，慧从善解者自在，那让他福慧双修。真正哈，家里吃饭家里饱啦。师姐接触了慈济之后，她感受到佛法的法喜。做好事帮助别人，对吧？这都是家家和乐皆幸福最好的例子啊！所以感恩师姐哦，向上行孝，向下度化，就是希望更多人都加入这个美善的团体。好，跟我们三位来分享哦，哈，马继和丁有愿有力，中央就有理哦，管梦行功哦，感恩，感恩，感恩。